我们的歌呢，其实蛮好玩的，就是很多歌单都是就是排了之后，哎，不对，拿走，然后删掉了，哎，再回来这样。因为很多歌我很想唱，但是你又不能全部唱，因为可以。啊，你这样一场要多久？就是4个小时、5个小时这样。5个小时也唱不完哦，怎么有点感觉你们贪小便宜啊？大巨蛋，哎，我很喜欢你们跟我说话的方式，可能是因为你们戴口罩，你超凶的，大巨蛋啦。从哪里发出来的胸屁啊？在哪里？我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